好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抖音名吗？对，抖音名。力坚强。哪个力啊？美丽的力，坚强的、就是、坚强。我很坚强。坚强的坚强，来，力坚强。对，是的。干啥的？干啥的？啊，看到美女小姐姐就哎心动啊，真的是。来，那你今天唱什么歌？你不要跟我说唱《狂浪》啊，也可以。可以吗？你刚刚没唱好，你可以现在再唱好一点。我唱真情永不变吧。如果狂浪的话，螳螂版可以跟我合唱吗？我可以先跟你合唱狂浪，好不好？可以、啊、先跟你合唱狂浪，然后看看你唱的怎么样。好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我们第二位来。你笑啥呢？你们说扛的水呢？扛的水累不累？不是，我有劲没地方使。啊，有劲没地方使，有劲没地方使，你看看没有？有劲没地方使，我们天天都懒得要死。来，你为什么扛这个水？我是送水工。你是不是送水工？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大张凡。大张凡老师来，他是一位送水工。平时你都是帮别人送水吗？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帮别人送水。那今天你这个水送给我吗？对，我就是从河南带过来送给你。从河南带过来送给我？对对。来吧，大张凡老师来，今天唱首什么歌？嗯，就一壶老酒吧。一壶老酒啊、嗯，扛着这个水唱一壶老酒，可以？可以。要不要？等一下你会扛着这个唱歌吗？可以，会的。真的？嗯，他真的力气。行，来，我们先准备一下，大张凡老师旁边啊，来，我们这位后面的，哎呀，你好，好，好，老师，哎，我们怎么先商业互捧吗？没有，我叫叶子希啊，然后、今天其实我想唱一首《我相信》，然后这首歌很励志，然后我觉得，我们可以一起唱吗？我相信怎么唱的？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。有女生的伴奏吗？男生的伴奏就有吗？杨培安的原版伴奏可以吗？有的是吗？啊，有的。但是太低了。不低的，他说想跟我一起唱《我相信》，要不要听？嗯，这首歌很多很多人都，这是个很励志的歌。对对，很励志的歌啊。可以。我觉得是我们成长路上的这样一个向往，因为我坚信，我相信这么久，我从湖北开500多公里，然后特意来看你。好的好的，可以、来，我们先准备一下、好的，好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你好，唐老板。唱什么歌？唱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。哦，可以。好，我们不一样。好的、准备一下，好不 好？休息，你来准备一下。来，最后一位，来，你好。你好，唐老板。向天再见500年。向天再见500年啊！可以啊，向天再见500年。来，我们有请第一位小姐姐。哎，第一位小姐姐去哪了？到。来一首《狂浪》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是的。DJ 版的《狂浪》，来，狂起来，浪起来！准备好你们的双手。要不然不要这个就算了。要了，这个要，不要了吧。一起来。来，我们现在一起冲50万人，好不好？45万了。一波一波接踵而来，大风带着我摇摆，梦在燃烧，心在澎湃，不用徘徊。大摇大摆飘在人海，随着心情放四海，别服输的脚步，要爱你就来。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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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不被世俗扰攘，狂浪狂浪狂浪狂，一路又浪，一路向远方啊。你来跳舞，来，快点！耶、yeah! ！
波一波恰恰来来，大风带着我摇摆，梦在人手心在澎湃，不用徘徊，大摇大摆飘在人海，随着心情放四海，别不舒服这脚步要爱你就来。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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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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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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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一路疯狂，一路流浪，一路向远方。哇，他跳舞好好看啊，来点掌声来鼓励一下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坚强。力坚强，来，咱们把力坚强的关注一起点起啊，榜十六啊，在榜十六，在榜十六，谢谢，谢谢，榜十六的关注来，马上48万啊，48万人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来，榜十六的关注一起点一点哈，非常的活力的一位小姑娘哈。来，接下来有请我们二号的这位很特别的一位选手啊。哎呀，你这腰是真好啊，你这腰啊。我这以前练的，我一只手都能甩到肩上。你看我这样我腰不行，我腰就断了啊。来，大小凡老师来，今天扛着水要给我们唱一首一壶老酒，人气来，我们一起冲50万人好不好？哦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要不要先唱一首嗨的？可以啊。什么嗨歌，然后我们再你再来唱，如果唱好咱们再来一首一壶老酒，好不好？嗨歌呀，因为现在上人气的时候，马上上人气了，干就得了，来行吗？还干就得了，来，哎，就来干就得了。来，我跟大小凡老师一起合唱一首干就得了，我们人气一起冲50万人。来，现在我们大家玩手啊，去不回头，谁能甘愿为你等候？聪明的孩子想法特别多，不要把它变成传说。没有行动哪有成果，大不了咱重新来过。别说你很痛，别说你很烦恼，我的朋友，别再啰嗦，干就得了，老天不负有心的人，你赶紧撸起你的袖子，没人陪你混，这世界需要勇敢的人。别再啰嗦，干就得了，再也不负爱你的人，你赶紧迈开你的步子，踏出一片天，就得了，再也不负爱你的人，你赶紧打开你的步子，踏出一片天，不负的人一路狂奔。来，现场所有的回头们说一说，感谢海阔天门，双手举高到底，1 2 3 1 2 3 go。 来，咱们49万人，咱们往50万传上，双击屏幕点点赞。学跳舞啊，我上次学跳舞、啊、跳，来我教你啊，别再啰嗦，干就得了，
老天不负有心的人，你赶紧拍拍你的翅膀，没人陪你飞，这世界需要勇敢的人。说你什么小站在点我好吗？现场的朋友们晚上好。我跟你说，你唱的我都下去了，我感觉我唱不过他，我就跑下去了，好累呀、啊。我今天就是送水有力量，真的是真的好有力，他的声音是不是很有力量、啊、大三盘老师练出来的。其实大三盘老师有点深藏不露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真的有点深藏不露，他其实是星光大道的冠军。你知道吗？他今天能来到我的舞台上哈，还没有给大三盘老师点关注的嘞，再绑起啊，绑起大三盘老师的关注点起来，谢谢谢谢大家，哥们唐艺老板的关注点点下来，点你点你点你的点你的来，绑起的大三盘老师啊，咱们打他关注点一点，这样子，绑起的大三盘老师啊，咱们打他关注点一点，这样子，到你表演的真功夫了，好，一壶老酒吧。好，挡住他了，来来一壶老酒，还是来什么歌？还来一首嗨的，还是一首抒情的？嗨的好不好？我们嗨的、啊、先把人气顶到五十万来，48万人了，我们先顶到五十万，好不好？来首什么嗨歌？野花香咋样？野花香可以，来，好、啊，一首野花香，再来一首，来，榜七的大三盘老师的关注，咱们也要点起来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一首。野花香，来，所有家人们随着音乐，我们小站来继续走起来，现场 ，Come on， 耶耶耶耶耶，野花香，耶耶耶耶耶，野花香，现场。每次都想装作很倔强，但是见面自己却掏心投降，因为爱你我一如既往，再多压力都无法阻挡，你的炙热我无法设防，还总是让我心慌如防，幸亏我拥有爱的力量，愿意陪你满世界海文成大哥的嘉年华，五十万再往上走一走，只要我无法设防，还总是让我心花怒放，幸亏我拥有爱的力量，愿意陪你满世界疯狂。
三盘浪是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唱了一个晚上，他们都没有这么兴奋。刚刚你唱的干就得了，下面全是尖叫啊！我的天哪！谢谢的朋友们，还没有点，谢谢大家樊老师关注的榜八的关注，给他走一波！谢谢大家，我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大张樊，喜欢的话给河南的选手点点关注，我是选手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你还能唱歌吗？能，可以。我去休息一下了啊，我不行了。来嘛。大张樊老师他们都想在听你唱一壶老酒啊，可以，你先缓一缓，因为唱了两首嗨歌，一直唱一直跳啊，突然间来一首这个一壶老酒这样的这个抒情歌哈，要气要稳一稳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我们缓一缓，大张樊老师不要走，我让你继续唱啊，你就想走了是吧？不走、不能走，还想听他唱吗？我感觉我可以走了，你们对我没有这么兴奋呢。没事没事，大喇嘛老师真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你，真的最后有唱功哈，而且他特别低调，对，就要他的力气很大啊，他可以扛几箱水几桶水上楼梯没有问题，气不喘心不虚，心不跳、哦、心不跳气不喘啊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有请大喇嘛老师一个人来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，一壶老酒送给大家。我喝口水啊，音乐继续走，这个前奏可长了。来喝口水，我们全场朋友们不要离开好不好，把你们的掌声和你们的热情再大一点。感觉我喝多了。来，老师来了，谢谢，谢谢现场所有的家们，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谢谢大家，感谢直播间的家们，谢谢。喝一壶老酒，让我回回在流，每一次我离家走，妈妈你送我出家门口，每一回我离家走，一步三回头，喝一壶老酒，醉上我心头，浓郁香味再也就喝不够，每一次你牵叮咛妈妈你拉着的手，每一回你万祝福儿在心中留，一壶老酒送给大家，也送我们全天下所有最可亲最可敬的父母，祝愿我们天下所有的父母平安健康万寿无疆。来感谢海威陈大哥。招手一年年都这样过，一道道皱纹爬上你的头，一杯杯就这样走，春夏冬和秋，喝着你苦难走，一年年都这样过，一道道皱纹爬上你的头，一杯杯就这样走，春夏冬和秋。
妈妈的酿的酒，千折百回不回首啊，我大步的往前走啊。谢谢。哎呀，大张凡老师，你知道你唱的时候，我们彩虹糖的主播都在哭，下面有没有听哭的？有没有？太走心了，真的，你唱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呢？来，家人们，还没有点大张凡老师关注的，咱们把他关注点起来，这样的好歌手值得大家关注嘞！谢谢谢，榜九，大家好，大张凡老师，感谢我是大张凡，我在榜九，喜欢我的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。哎呀，我感觉你又下不去了吧？想让你一直唱怎么办？再来一首。哎呀，太感人了！你唱这个这种，还有什么歌？怎么办？实力派要开？不是，你要干嘛？我感觉我见你可激动了，我写上，我怕你写上有什么歌，我看到你我忘了都。给我看一下你有什么歌啊？你在他乡。烛光里的妈妈，想听吗？我也想听，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。还有黄土高坡啊，都喜欢。完了，黄土高坡，九儿，要是尖叫，都想听呢。小小鸟，红旗飘飘，哇，这是想听哪一首？烛光里的妈妈要不要？要，我也想听。咱们就来这首，这个伴奏可吗？可以吗？这个伴奏，我去看一下好不好？你去看一下伴奏来，去去去。烛光里的妈妈，我也都喜欢。黄土高坡，九儿啊，都是，哎，九儿哎，他们想听，不行，九儿不行，他那个伴奏也是上次唱过的，都那个了。大张好像是涨了七万粉了。大张凡老师这样的歌手不应该涨十万粉吗？不应该涨十万粉吗？来，九儿，你在他乡，我唱这首歌啊。说妈妈，让他休息一下吧。他们说啊，我不累啊，你要不要？他不累，我不累，我听了真的要哭，你真的把大家都哭得晚上睡不着吗？烛光里的妈妈好不好？还黄土高坡吧，行也行，黄土高坡好不好？好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。黄土高坡唱完，因为如果还唱烛光里的妈妈，大家就会一直就是黄土高坡唱好听，你们说要唱继续唱，反正你们想听我就想唱，反正他可以一直唱，那我这个台词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你来一直唱吧，好不好？黄土高坡，李娜老师的，李娜老师的，啊，黄土高坡吧。哎呀，他们都说这个那个这个，他们说让你休息一下吧，他们觉得我在虐待你啊。没有，我感觉你没有我在虐待你，一直让你唱，一直让你唱，怎么办？来，我们感谢榜上的枉然哥、潇潇哥，还有吴山锁大哥哈，还有海文成大哥，来，咱们把榜上关注大哥的关注走一走。烛光里的妈妈有伴奏吗？有啊。我是怕唱完以后大家都全场哭成泪人怎么办啊？啊？啊？什么？哭完回家睡觉。哭完回家睡觉？哭完回家抱妈妈。啊，好不好？完了，怎么办？烛光里的妈妈还是黄土高坡？啊，我不知道呢。黄土高坡啊，来，我们不急好不好？如果呢，你们一次没听够大沙饭老师唱的，你每天开播几点钟开播？我准备改时间了，早上八点五十。每天早上八点五十他开播，啊，可以去他直播间听个够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直播间呢，现在也有很多的选手在等，好好，我们就来一首。哎呀，可以，还是黄土高坡。我纠结，家人们，怎么歌啊？嗯，黄土高坡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来先来黄土高坡。你自己定，你想听什么？好，那就黄土高坡唱。如果大家还想听，在烛光里的妈妈，反正我不下去，别人上不来。什么？烛光里的妈妈？
啊，这个黄头哥唱完，如果大家还想听，好的，继续来，好不好？重来，黄头哥，没事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没事啊，好。这是有听过这首歌的没有，家人们？有没有直播间家没有听过这首歌呀？有吗？哎，咱们一个年龄段了是吧？啊，我五八年的，差不多啊，段了是吧？啊，我五八年的，差不多啊。来，我们所有的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现场的朋友们，随着音乐的节奏，我们把小站再往前冲冲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跟我们唐毅老板点关注，我们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没有个大张们点关注，我们再来我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刮过，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石头从坡上刮过，烧着我的窑洞，晒着我的胳膊，还有我的牛跟着我。好听吗？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好听吗？打过好听吗？来，直播间五十二万人呢。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，祖祖辈辈留下我，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直播间五十三万人，来，我们一起手机屏幕点点赞，给咱们的松水红大张环老师。我家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刮过，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石头从坡上走过，烧着我的窑洞，晒着我的胳膊，还有我的牛跟着我。谢谢海文陈大哥送来的嘉年华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来继续双击屏幕点点赞。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，祖祖辈辈留下我，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四季风从坡上刮过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四季风从坡上刮过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谢谢，我感觉张三满老师可以唱一个晚上都没问题，而且他的耳机都掉了。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是五八年的？不是，我因为我直播的时候好多人问我今年六十几，那我干脆说我是五八年的，差不多。我也是啊，天天有人说我这六十岁了，六十岁又怎么了？那是不是啊？咱们活得精彩就行了，有这么多人喜欢多好。对对对，年龄不是问题，是吧？你刚刚说五八年，我想到不可能。来，咱们是星光大道冠军呢，咱们这个老师赵三盘老师来，在榜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大张凡，我在榜八，我来自河南洛阳，喜欢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太爱他们了，我感觉他们都不忍，不舍得让你走，啊，怎么办呢？老板唱一首是不是啊？不然这个大张凡老师唱完，真的后面的
选手压力好大啊，后面还有两位男，还有三位没有唱啊，压力大不大？大。你刚刚又把你放最后一个，不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。不要，家人们，现在不能唱《烛光里的妈妈》了。我知道《烛光里的妈妈》这首歌非常非常感人，但是因为我们后面呢还有三位没上，他唱完《烛光里的妈妈》，大家就会非常的感伤，你知道吗？会非常的就是那个心揪到一起，然后后面的对后面的选手不太公平啊！啊，留给后边的选手，留给后边的选手。你们想听的可以去大张帆老师的直播间听他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关注一下他，来，在榜八，大张帆老师的关注来，再走一走榜八。谢谢。明天早上八点，这是几七啊？榜七，榜七，榜七啊，家人们，榜七，谢谢。涨了十万粉没有啊？涨了十万的粉了啊？可以。你看你的实力真的是啊，就是这样说五八年我也高兴。老板，你都没涨十万粉，我都没涨十万粉啊，我都已经涨不动了，我的粉都来。好的，谢谢。休息一下，让他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还想唱，他再说啊，好不好？不能老唱老唱了，来，我们有请下一位。Hello， 现场的朋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哇，我觉得你这衣服好好看啊！最重要是身材好，我是不敢穿这样的衣服。哦，你好瘦，我刚我不敢穿，我真不敢穿。来，咱们这样子啊，刚刚我们说唱首什么歌？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对，要不要一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唱《我相信》好不好？有没有听过？来，一首《我相信》，我们一起唱。我牵着我们双手，请跟我们挥挥手，让我们看到你们好吗？谢谢，还有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嘿哟！和太阳肩并肩，世界等着我去改变。想做的梦，总不怕别人看见，在这里我都能实现。大声欢笑，让你无肩并肩。和出国的欢乐无限，抛开烦恼，勇敢的大步向前，我就站在舞台中间。一起，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，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。54.4万人，在热闹的海边，在热闹的大街，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。我相信自由自在，我相信希望，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。有你在我身边，让生活更新鲜，每一刻都精彩万分。我爱你们。老板，这个时间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是不是耳机听不到？对，我听不到声音。我是今天完全听不到声音。来，叫什么名字？再介绍一下自己。叶子熙啊，在我们的榜十二。对，叶子熙在榜十二，来给他点点关注。谢谢。我觉得这首歌，哎，没有发挥到你的实力。是一直在断屏，我听不到。一直在断屏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耳机一直在断屏。其实，但是你拿开这个又不行啊，上面听到又是慢半拍。要不这样子，我们俩一起来一首嗨的。99步退一步，来，99步退一步，送给大家。99步退一步，听过没有？听过吗？好饿啊！啊，好饿啊！我为了今天能够来看你啊，我想如果万一我能上舞台的话，我今天就吃了一份青菜，断食。那你还有力气吗？我不行。啊，真的是哈，好有毅力。来，我们来一首99步，退一步。谁都生化危机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哎，石头，我再也不要做舔狗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不能走就是走不去，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感情若隔着一个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不理。有感情做了个分析，维持现状不会有结局，一路为
为你撑伞，我却淋雨，理所当然是你的母亲。爱只安静，我已成全你，你却不敌我万分痴迷。继续经营机会一败涂地，其实只是是我的痴情。我能走就是过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快离不不了不要继续。我能走就是过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双击屏幕点点赞啦！感情若隔着一个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当我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会上到微信了吗？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晚上好。已经我已经尽力，你却不听我万分之一。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，其实至死是我的痴情。我能走就是绕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好一分根本无法继续。我能走就是过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我能走就是过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好一分根本无法继续。一起啊！我能走就是过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来，我们来再绑起看一下，叫叶子欣，叶子欣再绑起，绑十三啊，绑十三，绑十三啊。好的，绑十三，叶子欣的关注，咱们点一点。谢谢谢谢我们直播间的小朋友们啊，谢谢唐老师，谢谢谢谢你来到唐一台，希望我们有缘再见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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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加油加油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下一位男生来了啊，来一位男生来，哟，大张凡老师，好，等一下等一下。我们所有的人唱完先好不好，所有还有两位男生没唱完呢啊，好不好，来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，叫海滨，海滨 海滨，你说想唱首什么歌，我们不一 样，对，你的耳机还正常吗，有断断续续，对，今天耳机能帮我问一下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吗，断断续续这太影响了来，好，来，我们唱一首我们不一样送给大家，好，走开，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，太多太多不容易，磨平了岁月和脾气，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身后不散的宴席，只因为我们还在，心留在原地，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，
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，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，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没，来，谢谢、啊、你好，来，耳机的问题，我跟你说，今天真的是耳机听不到啊。是的，好卡，让你们那个这个体验感非常的不好啊。没有，真不好意思，来，我们看看你叫什么名字来。我叫海滨。海滨啊，啊，需要关注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我叫海滨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不是，我们大部分都是唱一段啊，很多都是唱一段的，因为人太多了哈，家人们，我们还有人没上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呢最后一位选手，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叫尤黄刚，我是一名退伍老兵。啊，退伍老兵了，你是？话不多啊，话不多说，直接上才艺。向天再见500年，谢谢，一大掌声，老师一会儿上好不好？我抖音名字叫乡村歌王刘黄刚啊。沿着江山起起伏伏，温柔的曲线，放马爱的中原，来的北国和江南，面对冰刀雪剑，风雨多情的陪伴，这些苍天赐给我金色的华年，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，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寒铁的铮铮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唱风后浪尖尖，我祝愿前村愿烟火人间，盼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感谢社长哥，谢谢。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，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寒铁的铮铮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尖，我祝愿前村愿烟火人间，盼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哇、wow!
这你唱完又是全场的掌声呢、啊，我的天哪！来，感谢大家。你好，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？我是一名退伍老兵啊，这个抖音名叫乡村歌王刘黄刚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来，在榜八，来乡村歌王啊，咱们点点他的关注，在榜八。谢谢。霸气！我跟你说，听他的声音，我就知道他肯定唱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，肯定很好听啊，中气十足。来，乡村，乡村歌王，谢谢我唱这歌啊，我一个。乡村歌王啊，咱们点点好关注，谢谢。策者哥十六级了，策者哥十六级了，感谢策者哥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来的都是实力派，我看看啊，你还会唱什么歌？我们再来一首，你我们俩合唱吧，我们俩合唱一首，不要搞这个。合唱的话，那个换这个说话的模式，什么？就是那个胡文刚的你不能唱，是不是？不能唱。这个歌还比较，我也很想唱，不能唱啊。我们还要唱什么歌？他的歌的话，合唱的歌你会吗？知心爱人，天下有情人。你莫走会不会？啊，你莫走啊！可以，你莫走好不好？稍微熟一点哈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还会唱你莫走。谢谢。哦，来啊，要他跟大张满老师合唱你莫走啊！可以。等一下，大张凡老师这样子，你们真的想听他唱《烛光里的妈妈》？我最后让大张凡老师唱一下这首歌，因为唱完《烛光里的妈妈》，后面就没有歌接了，真的接不了了，什么的歌都接不了了啊，好不好？《烛光里的妈妈》最后一首再唱，好不好？最后再唱，我跟他唱《你莫走》吧。你莫走，好的。要不要给你找一个小姐姐跟你唱？可以。小爱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。你会吗？来，今天衣服搭配不好看，我错了，明天不穿就滚了。好，来，小爱来吧，小爱跟我们的退伍啊，刘黄刚老师来一起合唱一首《你莫走》。谢谢。来，老师带我。你直接说他，围着他转干嘛？妹儿啊，头你莫走，长枝多管把你留，歌中有我对你的真情，歌中有你的温柔。哥，我不走，妹妹陪你到白头，陪你直到星星不眨眼，陪你直到月亮多山沟。你莫走，我不走，渡过这拉过沟，你莫走，我不走，天作北，地当头。老师，你能唱女生吗？女生换着来，小爱唱，我来唱男生。我唱男生，你来唱。双击屏幕再把赞赞点一点。妹儿呀，同你莫走，唱首歌歌帮你留，歌中有我对你的真情，歌中有你的温柔。哥，我不走，妹妹陪你到白头，陪你直到星星不眨眼，陪你直到月亮落山沟。你莫走，快回来吧，点个灯，修个屋。你莫走，我不走，伸个
个碗，两条狗，再是一个碗，你莫走，两条狗，点个灯，修个屋，你莫走，我不走，生个碗，两条狗，再生个碗，两条狗。莫走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来谢谢咱们把，哎呀，刘，乡村歌王刘黄刚，刘黄刚还有小爱的关注，咱们来一起走一波来。感谢感谢唐老板的舞台，在榜几？榜八，我在榜八啊，刘黄刚了，辛苦了。Hello， 大家下晚上好，我叫田少，我在榜十三，喜欢我的点点关注，谢谢。给我们点点关注，给老板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没点我关注，点点关注好不好？我都涨不了大张凡老师那么多粉丝。来，头顶上把我的关注一起点一波哈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要不要一起来一首歌？我们今天穿的这么配，你看看，我们四五个人穿的这么好看，这么好不好看？不好看，应该那个人说实话，这样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你是说不好看是不是？来跟我拎出来。想听我们四个人五个人唱首什么歌？什么粉红色的回忆啊？你们男生会唱吗？会啊，会唱粉红色的回忆。来，我们今天穿了粉粉的衣服，来一首粉红色的回忆。我就不管住唐英，看看你的十几级灯牌了，不管住我。来一首粉红色的回忆送给大家。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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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J 版的，不要 DJ 版，来来吧，来一起做个动作，来。谁先来？天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底压心底，不能告诉你。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，我又想起你，多甜蜜多甜蜜，怎能忘记，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，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。都在秋天的梦里，我又遇见你，总是不能忘记你。感谢秀姐。好，你们两个下去了，你们俩干嘛？我以为还有，我想想，你快点接上去，没有了，没想到这首歌也可以这么玩啊。来，咱们喜欢四位的，再把四位的关注一起点一点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叫杨浩，我在直播间的榜十三的位置，喜欢杨浩的榜十三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家人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屯屯，我在榜十七，榜十七的屯屯点点关注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叫小爱，在榜十五，给榜十五小爱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大家晚上好，我叫田少，我在榜十四，喜欢我的请点点关注，谢谢。给我们点点关注，给我们老板点点关注。我有点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来，我们来一首黑桃 A 吧，好不好？好。谁会唱？我会。还有没有？刚没听到耳机。黑桃 A 哦。不要听。那我跳。你会吗？会副歌，来，来，我们四个人来一首黑桃 A 送给你们。Hey, 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。宝贝宝贝，我们干一杯，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A。 干杯。黑桃 A。
是那一款香水，搭配夜的美，让我沉痛陷入心动的氛围。长长的腿，一尺八的腰围，此刻的我只想亲吻你的嘴。嘿哎哎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。宝贝宝贝，我们干一杯，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A。 Come on， 干杯。黑桃 A。谢谢大家，一首黑桃 A 送给大家。看到你们还是喜欢听老歌，是不是？都喜欢听老歌哈。来，先把田少和我们杨浩的关注一起点一点。大家好，我叫杨浩，我在直播间的榜十五位置。喜欢杨浩的榜十五，点点关注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叫田少，我在榜十六的位置。喜欢我的给我点。谢谢大家，给榜十五、榜十六点点关注，给老板点点关注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搞了一个套路。来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还有没有人想听大张盘老师唱《烛光里的妈妈》？没有了。《烛光里的妈妈》还想听吗？谁说不想？啊？来。老歌有情感，那我们就来一首老歌，刚刚你们一直想听的大张盘老师，来再给我们来一首。你别摔倒了，你嘴怎么了？来，有来，他们都想听。好，我们的这个大张盘老师唱烛光里的妈妈啊，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啊，唱完我们差不多下播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的耳机完全没声音了啊。来一首烛光里的妈妈送给大家。今天现场有什么特别感扰？对，妈妈，我想对你说，话到嘴边有点香。妈妈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脸颊映着这朵牵挂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腰身倦得不再轻拔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？妈妈呀，女儿已长大，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。人世间只有一位最受人尊敬的女人，就是我们的母亲。把这首歌送我们天下最可亲可敬的妈妈，谢谢。谢谢，快点回家，快点跟你妈妈说，妈妈我爱你啊，告诉她好不好？让他知道啊、哦！来，咱们大张盘老师今天真的
特别唱的真的是唱到大家心里去了哈。来，咱们最后把大张凡老师关注再点一点，榜十四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张凡，来自河南洛阳，我在榜十四，喜欢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的，来，咱们把榜十四的关注点一点，明天要开播啊。好，八点半，八点五十吧，八点五十啊，九点钟，早上九点钟，大张凡老师会开播，咱们也可以去他直播间听他唱歌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再来一首，还要再来一首啊？再来一首什么歌呢？啊？九儿不能唱九儿啊，那个伴奏有点点那个不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声音，我们要这样，我们所有人一起来一首吧，来啊，所有人一起来嗨一首歌，我们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做个好数据，还有三十多万人，我们就把数据做好一点，我们就下播。明天呢，我们继续冲人气啊！谢谢所有今天帮我点赞的所有家人们，明天我们点赞要加油哈，好不好？今天也感谢有十万人给我助力了啊！我们来一首什么歌呢？啊，爱你一万年，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把一首《爱你一万年》，我们怎么站来？你跟我一起站，一二三，呼。男生唱，寒风吹起，细雨迷离，风雨揭开我的记忆，我像小船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，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睡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，我愿为你祝福，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移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，我爱你，对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已，你要为我再想一想，想什么？我决定爱你们一万年。一、二、三，一起来！小船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，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追忆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。